12月9日，陈晓东、吴奇隆、Lisa S 等人现身香港某时尚颁奖典礼。刚刚宣布怀孕已满3个月的 Lisa S 不畏严寒，一袭黑衣红裙，脚踩平底鞋亮相，气质非凡。近年专注在内地发展的陈晓东透露，即将会在香港举行演唱会，更承诺会多回港与粉丝见面。问到感情生活时，他直言有很多朋友为他介绍对象，但他又认为身为艺人，感情是比较奢侈的物品，不过在遇到真感情的时候，一定会抓紧机会好好发展。然后我回来香港就收到一大堆的微信，这个那个说，哎呀，这个女孩不错，那个女孩不错，通通给我介绍女朋友，通通给我介绍，所以我满电话都是。但是我确实我自己没有太急，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的。但这个多都没看啱嘅。也不是，我觉得没有很刻意，有时候吧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本行，可能也是我自己对于工作，我还是会想要有多一些的发展，所以我自己会排我的时间都到处飞，所以感情方面就比较奢侈。但是如果真的碰到有真感情的话，我还是会发展一下。同样久别香港的吴奇隆表示，这回也会跟不少香港朋友聚会见面，也希望接演香港的音乐或电视剧工作。至于电影工作，则会慎重考虑，希望能遇到好剧本和好的团队。他还透露，稍后还要到大连拍摄内地剧集，预计将会度过一个冰天雪地的圣诞节。有很多电影的邀约了，但是我想，一方面我可能对电影的部分会比较慎重，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找到合适的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团队跟剧本，那所以会慎重的考虑吧。但目前的工作来说，应该都还是电视剧的工作为主。2012预言没来，但是欢乐来了。想看点欢乐的，优酷给你《我是传奇二欢乐季》马上就来了，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，所以我吴宗宪也来了。